这楼有波，这楼有。有，这楼两个。我要死了，干嘛？救命！救命！救他妈大命！怎么救？哇！我没要，兄弟。右边一楼，右边一楼。两个，两个，两个。 倒了一个，倒了一个，左边还有一个，左边。别补！被闪了，被闪了。哎，打他呀！哎，左边。他听不见。上楼了，上楼，上楼。那我不是不这不就这，不就这懂的，不就这懂的。我这不就这懂的。我这。 哪里呀？不知道，他在楼里啊，阴着的呀，包阴着的呀，一楼，一楼。不是我有药，我有药，给你个包。我的，多了在一楼呀。这赵涛能不能学一下陈一楠？他妈要人呢，哥。哎，等一下，认真了，倒一个。 不漏给我啊？为什么？救一下。右边岗亭一个专局，兄弟。哎，还在，他妈二楼。我搞了，看我是高，隔壁有脚步。倒了，隔壁有脚步。人有。哪他妈来的脚步啊？ 没血的他，中我进了，帅不帅？我怎么啊的掉血了？我怎么又没头了？我怎么还37个人啊？门口，门口！我帅不帅吧？你就说。 冲呀！哎呀，没有压力，跳进去就是直接打死。左边倒了，这门还有，刚救起来的。 就在右边墙角，两发。右边墙角死了，他自雷了，兄弟。这什么意思啊？好了吗？我脸上倒了。 大哥不，他就在三楼好像，炸死了，炸死了，能救人，往前面，往前面两层楼 ，OK。 这个人这么菜吗？拿个马屁，哪个用马屁都压不住吗？二楼丢雷了，好火。 炸到了，厕所里面。谁丢的火？干嘛？死了！我操，这没死。